这位就是我说的林子哥，这是嫂子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同志，俺这一路，俺现在这前进贴后背了，你能不能给俺弄点吃的？哎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大林子，咱们家哪还有多余吃的呀？哎，那就先垫补点这个吧。这个。你这不行，早晚饭。哎，你不敢多吃啊，吃多了会撑死人的。我们给你少吃点。嗯，吃吧。哎呀，小卷，你干什么？这不是面粉做的窝头，这是观音土。你别吃了，快吐出来！什么是观音土啊？这闹饥荒的时候啊，老百姓饿得实在是盯不住了，就拿观音土来做窝头吃。这玩意儿吃了是不饿了，可是这囤在肚子里面拉也拉不出来，过不了多久，人还是会死。可是这好歹也盯着点饿，谁愿意做个饿死鬼呢？老哥，你这是个什么同志啊？你这玩意儿，这都死人呢。你这是干啥呀？这一家就来了六七口人，这不要人命的吗？嘘，你小声点啊！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，别动了胎气，啊！媳妇儿，你就受点委屈嘛，咱把这点玉米面拿出来给他们吃了。那玉米面咱好不容易才藏到现在，咱们都商量好的，那是留着俺坐月子用的。知道，咱到时候想办法嘛。你咋这么糊涂啊？是，俺知道人家是好人，也知道人家现在饿着，可你不能啥都豁出去了呀！你咋不知道想想俺的孩子？那老哥救我的命，那要没老哥，我前年就让日本鬼子捅死了，哪来肚子里的孩子？那个，一袋白面，啊，到时候没有的话，你把我搁锅里蒸了。哎，老柯，哎，让同志们啊别吃那个观音土的窝窝头了，我呀给你贴饼子。那个人啊，是个刀子嘴豆腐心，嘴上没个把门的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啊！你看这玉米面很富裕，我给你们贴饼子，管够。林子哥，你就别再骗我了，我又不是个瞎子。你混，你真混！你们一路走过来吃了多少苦？你不知道，那同志们一进门问我要吃的，我也不是个瞎子。穷家富路啊，我和你嫂子守个家怎么都好办，总得让你们这些在路上的人吃顿饱饭吧。别争了，行了，大林子，把这些东西让我们吃了，你那嫂子怎么办？啊，让她跟着你一块儿吃锅里的观音土吗？你说你还会想办法？你能想什么办法？我们这一路走过来，我都看见了，连树皮都给扒光了。你能想什么办法？糊涂！大哥，
通过侦查，我已经确认白书生和那帮帮着落脚的人家。看来今天晚上他们要在这里过夜了。这里四面环山，地形对我们非常有利。咱们先摸进村子，等到天黑他们休息的时候再动手。去吧。是，走。走走。前的时候，小鬼子来扫荡，把能吃的东西全都抢走了。现在村子里边的老百姓都是食不果腹，朝不保夕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。大林子两口子好不容易藏了点玉米面，可那都是预备着嫂子坐月子的时候救命用的，那可是两条人命啊。大林子倒是豁出去了，说什么也要让我们吃一顿饱饭，可我实在是过意不去，我就让他们把那玉米面又藏回去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张可失言了，我对不起大家。老柯，你没有对不住大家，你这样做是对的。乡亲们都这样了，我们在张口管他们要吃的，那我们跟日本鬼子有什么区别？说你们俩，你想想，他们家能没有吃的吗？这明显是在骗咱呀，他是不想拿出来呀。大铁塔，大铁塔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怎么那样讲人家呢？他们家没吃的，他俩能活着吗？那可这很明显的事儿吗？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小兔子，到，我给你的那块大洋呢？给我。我们拿出一半干粮和这块大洋，留给他们家，就当是我们的一片心意。你们同意吗？就是，俺不同意啊！你都给他们了，咱怎么办啊？我们不是还有？
盛楠，别激动嘛。我知道，和他们这几个人讲道理是有些困难，可你不是常说要循序渐进吗？哎呀，怎么又突然冲动起来了呢？老柯，你说我们这到底是一支怎么样的队伍啊？我知道，咱们这支队伍成分是有些复杂，所以说不能着急。你着急也没有用，只能慢慢来。有的时候，饥饿会把人变成魔鬼。他们那几个也许是饿昏头了，可以理解。如果你要实在想怪的话，就怪我吧，是我不好，把大家领到这个地方来，忍饥挨饿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我知道你也是为了大家好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是觉得心里特别委屈。盛楠，咱们这一路走过来，我都看在眼里边了。你身上肩负的压力太大了，别太难为自己。你要是心里边难受的话，就哭出来，哭痛快了就好了。老鬼他们来了，大哥，我们回来了。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？我们在树林里设下的埋伏，把鬼子的路全给断了。你肯定把尾巴都甩了吗？八九不离十吧。我要的是肯定，可不是八九不离十。如果不把他们的根给去掉，那将后患无穷。鬼子要是粘住咱们不放，那就是偷嘴的肉，也会被他们给抢走。钟总，我们在树林里遭到了他们的伏击，伤亡惨重，不得已放弃了跟踪。小泽君，你们追踪别人都会被发现，真是太不小心了。是我的疏忽，我们的注意力都在要追踪的人身上，但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发现我们的。军统的人也是很狡猾的，也许他们在后面还有呼应。小泽君，你真该用一用你那个脑子了啊。嗨，是我的疏忽。小泽君，我命令你立刻组建一支新的侦察队，沿着刚才的路线继续追击。嗨。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了。林区发现大藏和小泽的部队，我们的联络站是被军统破坏的，军统的人也不见踪影。还有，目前林区的交通站已经建立好了，是一家米行。刘胜男他们也没消息。龙岗来电报告，武井村没有他们的消息，他们没走武井村。没走武井村？没走武井村，那就应该走的是林区啊。大藏在林区，这说明他们
可能去过林区。林区的交通站被破坏了，没有人能够接应他们呀。从林区到淄博，这中间有一段是无人区，也不知道刘胜男他们能不能撑过来呀。刘胜男、张哥够近视，全靠你们自己了。小兔子啊，我算了算时间，这帮人差不多快到了，你赶紧给我出去想办法跟他们接上头，不管用什么办法迅速的回来告诉我他们的具体位置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千万别给我说话呀，啊！白大哥，我不敢。三哥，你看，是小兔子，把他抓回来再说。是。大哥，我把小兔子给抓回来。老三，小兔子是我们的兄弟，怎么能叫抓回来呢？哦，我说错了。兔子呀，这一路上辛苦你了，你完成得很好，我很满意。谢谢长官。那么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那个白树生和那群八路现在是什么情况？长官，我是趁他们睡着之后才跑过来找你们的。他们睡了，咱们就马上动手。这长官，动手不行，那个白丁那眼睛瞪得跟俩铃铛似的，一直盯着我。咱们现在动手，我觉得可能会把他打搅和了。他们携带的那批黄金呢？黄金在那女队长身上呢。长官，不是我不想偷，是他护着太紧了，他实在是不给我机会下手啊。兔子，不用你下手，我们来，你只要帮我一个忙。长官，您吩咐。这样，你回去跟他们说，说在村口的树林里发现了我们的追兵，马上就要摸进村子，然后你让他们把黄金留在房间里，带着他们往树林里跑，明白？明白是明白。长官，我怎么可能劝他们把金子留在屋里？他们不可能听我的呀。兔子呀，这很简单，你告诉刘胜男，把黄金留在房间里，实际就是掩护真正的黄金。那他们会相信我？我有办法。
呢？你想啥呢？你没想啥？你好好瞅瞅，别落啥东西啊。等咱把锦子送到地儿了，咱俩调神就会勾结点儿。到时候让咱娘给咱掌握掌握，咱俩把事儿就办了，我就把你给娶了，啊！这兵荒马乱的，说这干啥？等咱把军子运到了再说。他们人呢？他们在外边呢，我在外边，他们劫车非要把我抓起来。哎，赶紧进屋啊，白大哥，他们就追来了，快点吧，我先进屋了啊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怎么了？他们追过来了。你说什么？老鬼啊，你带几个人去村口打他，让他们彻底相信我们中了他们的计。头儿，你相信他们会把黄金放在屋里？目前对他们来说，在摸不清我们底细的情况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静制动。静，静的意思就是那些黄金还静静地躺在原地不动。你给我往死里打，尽量给我拖出时间。去吧，头儿，这次你就看我的吧。哥几个，跟我走。昨天晚上在破庙打他那会儿，他追过来了。他们在哪儿？就在村东的树林里呢。哎，我饿得不行了，又不能吃那个，就去村里啃树皮，正好撞见他们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追我们的那些人追过来了。啊！什么人？不能让他们进村子。躲是躲不掉了。老柯、大铁塔、钉子、狗金石，抄起家伙跟我走。哎，上去，上去。他们说了，说你们现在跑出去，身上肯定背着金子呢。你们现在一出去，他们就毒死你们了，金子就归他们了。没想到他们追来的这么快。这怎么的？把这金子先隔着，咱们几个出去把他们先引开，等没事了再回来取。不行，太冒险了，万一金子被他们拿走怎么办？这么的，小九，你跟锦子隔着啊，看好这锦子，把锦子给小九，她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，一看就不会打仗，他们应该不会注意到她的。胜男，这倒是个办法，敌人应该察觉不到。哎呦，快点吧，来不及了。行吧，小九，这是我们的命根子，你一定要看好了。注意安全，小兔子，带路。哎，走，看好了啊！你当心啊！哎，等等，前面就是村口了。大家都打起精神，把动静弄大点儿，争取把他们引到这儿来。要不然咱索性看一下吧，要不开枪谁知道咱在这儿啊？不中，那敢开开枪，鬼子还开枪呢。你得这么喊。哎呀，那啥呀，大家伙都跟上啊，把那个金子都拿好了啊！这帮小子真把黄金拿出来了。谁会拿着这么多黄金满世界嚷嚷？这不是臭显摆吗？啊！放心吧，那金子在俺腰上揣着呢，就是有点沉。
不沉就不对了，那能是金子吗？明白了，先看见黄金了，跟上啊！别跟我耍花样，不然我弄死你！不敢。声音越大，反而露了马脚。快点的！迎面！咋了？快在大妹子躲起来！哎，快走！小疯子！小疯子！再不睁眼睛，这个机灵的啥？娘们儿跑得还挺快。
小九，大林子他们呢？不知道，公安估计被他们给抓走了。正南，咱们得去救他们。走，快！大哥，大哥，蚊子，黄金和八路呢？哎呀，让他们给救走了，还死了两个兄弟，咱们。废物！这么好的机会都让你们给错过了。不是，大哥，谁知道他们同伙杀回来了？那不还是因为你一开枪，他们听见才赶回来的吗？你的意思是我失误了？啊，不是，是老鬼，是老鬼没把他们堵在村子外边。这个老鬼啊，净耽误事儿。可不是嘛，大哥，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呢？就是拼了命也要把黄金抢到手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手下无能，没抓着他们。老鬼啊，这事不怪你，啊！现在我们只有齐心协力围剿那群八路。大哥，你不知道，他们个个都是亡命之徒，真不好收拾。放心吧，要想歼灭他们，我们只有两面夹击。走，走，跟上。快点！哎，哎，站长，站长，站长，快，快跟上！哎哎哎！哎，这快，掩护转移区，咱们忙起来！快，站长，快！一二三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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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是不是没子弹了？坏了，他们跑了，跑了！追，给我追！追追！跟上！快！大哥，我带人追他们去。等等，你要是过去，你就别想活着回来了。那就让他们这么跑了。他们跑不了，文道老三，哎，去村里抓些百姓过来，别忘了带上那对夫妻，拿他们到林子里跟八路做交易。明白。完了，啊！好悬栽到这儿。哎，不是，这伙子人到底是啥人呢？啊，咋这么膈应人呢？我觉得他们在邻居的时候就已经盯上我们了。是，咱这一溜溜的跑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这怎么还没把他们甩掉呢？哎，你说奇了怪了不是？不是，咱们这一路上。不是钻树林，就是摸山沟子的，鬼子都让咱给甩掉了，这会儿咋甩不掉呢？俺跟你们说，小兔子呢？啊？瞅见没啊？小兔子！你说把这孩子带出来给人弄丢了，这啥玩意儿呢？不中，俺得回去找他去。别去了！啊！我们队伍里有内奸，啥？咱队伍里有内奸？走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老兵，快点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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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，他们把谁给逮来了？快点，快点，走，走。我看这孩子没什么用了，干脆要了他小命得了。等等，先留他一条小命，没准等一会儿还能挡颗子弹。头儿，这招行吗？哼，当然能行。我就不信他们都是铁石心肠的人。都带走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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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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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开了，快，走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！谁是内奸呀？谁是内奸呀？白丁，我说的就是你。我不想让大家再蒙在鼓里了。哎，宋宁，丁子，这咋回事啊？说呀，白丁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们大家伙一个解释。我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好，你不说，我替你说。自打小兔子加入队伍，你跟他在后面一路嘀嘀咕咕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白丁，你知道吗？你刚加入我们队伍的时候，我对你产生了怀疑。因为你是军统的人，我怕你跟我们不是一条心。但这一路出生入死这么多次，我早就把你当成好同志、好战友了。我没想到你还是在利用我们。小兔子不就是你的一枚棋子吗？说，你到底是什么目的？原来你是内奸啊！你看你把我们大家害的，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啊，打听他！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就问他，他肯定不是那样的人啊！把枪放下。姓白的，你哑巴了说话呀？白丁，你再不说，别怪我无情。哎，沈楠，不中不中不中！你听俺说，他是俺的救命恩人，咱们大家伙的命也是他救的，多少次了啊！要是没有他，你说他是奸细，我不信。说话呀你啊！
胜男，你冷静点。白亮，你刚才都听到了，我们一直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同志，当成是自己的家人。既然是一家人，就不能再藏着掖着了。你说吧，说呀。狗金石，你给我让开，不然别怪我的子弹无情。不成，不成，不成，九妹来。